你要看第一个 video 有没有玩错，因为刚才我还是没有算他那个 level 四有加钱，有残拿起来回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也喝回酒。哎，我忘记这个有不想增加一千的感觉。没关系，我就选那些很错的那种。干。不要炸我！不要炸我！我要油哎，你油啊！你不开心啊？好得了啊！我没有变。你可以做翻站长。那轮我摸手。我就想，中哥可以翻得这么厉害啊！我想，我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哦，我错了。这边大声，这边，这个就有了。OK， 那这个。双色拿起来丢，一张。干嘛救不出来啊？这个人没有道德的死。啊，效果可以。丢一些那个胶。登场了三只怪就扣九 cost， 十一 cost 不够，不够。想一下啊，有个人啦，我先，你都签了。哎呀，你没有发现你每次都没有弄到level 三？抽到人马哥，记录都有。你还level 三至三？最好了，所以是 den 的效果。嗯。哦，所以是两个效果了。嗯哼。哦，你觉得我要怎样？来一声，我来。弄死我！怎么我要弄死你？你回来我是瞎摸。不对，快点打一遍，放那个美国出来啊！美国什么效果？美国效果就这样子。他的面效果了吗？拿那个。还要控魔翼哦，这个死该！没有啊，没有控你翼啊，控你的翼。可以，你这个。你有空啊，可以我放歌，他不能炸。六效果，六炸。就有小猫猫，然后效果扣可以炸一个三千，如果我紫色，不可以炸掉level三，如果我紫色，如果黄色少三千。不用啊，这个已经少三千了。要死而已。然后开二。再来李店，我还没
多个啊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我会吃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忍。就那个一张一开始他就做了。应该会吃。因为现在有地方就是。不好，不好。我也有可能叫小豆嘛，那个第一张开始。这么难。第一张的时候，走，炸个流失。对方没有拉。退化嘛，从炸流失。没有那个梅西。啥？他可以登场。五张的话就被五过。是很便宜的一件事情。看着好啊。不太多。所以那个可以把火往那去，哎，死掉了，你喷 N 就死了，烦，卖个鸡啊，博哥，不行不行，打我，你不能博，打我，要中国字，我不 cross， 中国字，你遇到那个警察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剪的，是假的。你不是不搞什么皮？哦。第一张包。包啊！哎，不要放最后一张。包第一张，第二张不要不要。包第一张也是，我就丢，没有意义。就是完全，他只是玩一种啊。打十万，十二千没有加好吧？有啊，是三，哎，十二吧？哎，没有，十，你这共只是三千。我懂，我懂。啊，那每次玩出，那时候我想省一千万。有啊，这个线。没输。他是啊，是想高还是打？那个神仙钱，看到没有？是四千。然后他就吃喝玩，吃喝拿吗？这个还可以用吗？可以用，没有办法。这个来吧，六千啊。嗯，这个减 security， 然后扣六千。你不需要一个，我可以多叠。所以死掉，然后打。可以。可以。他是做到第二个神仙高塔。那我打不死你，不用怕。炸一个死不死，然后你 enter 的时候炸掉， enter 的时候炸掉，我做件事情，这么重要，看我自己自杀弄了，爽咪哦，等我死的时候我跳这个，这一个。
开始我的 turn 啊。哦，等先，我还没有做完东西。王八五，有吗？有。人家聊四包，效果。现在还是黄金。没有，他炸掉了。我做鬼手去弄他，然后我炸掉了。手痒啊，手痒啊，就会生一只怪啊。手痒啊。没有啊，表演嘛，表演。你死要做一次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如果还在工地效果，没有，你死的时候不是在炸吗？没有炸了，已经炸了。哦，再飞出来。已经炸了一层了。那啥打回地板没什么卵用。而且他是加一千。中房价一千二啊，就会收效果不怎么？然后那个名字，哎呀，那就开了那个叫马国脑笑的人。随时特殊导航。我特殊导航。什么人？特殊导航是什么？我加特招叫，我就是不改。对哦。他能说英语吗？拿一个关系对吧？他反正是有人看不就有效果。等。要我讲要站着的嘛，那个没有，这样他可能听不跟乖了。加上还要加上那个红顶。站起来。根板。我玩。最低的就是。不中啊。嗯。没有中。啊，排了600。怪我们。什么没有中？中标啊。因为他的开二表哎，他的。纯真正来的。真正二表哎。玩中玩中啥彩东西啊？那。不打，等下，有做完东西先可以没有？开头先五张 enter， 对方的召唤，你有没有玩到正宝？出口怪没有？啊，限500块钱。我知道，我算了就赢啊！玩这个你可以玩出口包哎。这登场，其实我赢了，刚才有出口包就赢了。嗯，然后开，有没有效果？跳出来，我 tap 二，加二，加二，忘记啊，这个毛效果，所以叫你赢了干，打一张减四，哎，丢一，他三，再打，我手上还有我干。